炒小鱼的。我之前先跟那个周瑞说你要回家了，不管了，他怎样找。我妈妈的猫玩呢，现在会动了。那你好了吗？好了。爸爸，你这边怎么没有补偿到他的？哈哈，你把揪回来了。救我一下他的眼睛好不好？啊，他要点一个白色的吗？那我要去打。不用，这边可以，然后其他地方你会可以，然后走走。